小朋友你要几斤啊？你这是闻下新鲜吗？新鲜呀，要不我把手术放进去试一下，你看看。客人张姐，等听见吗，老板？好啊，你以后常来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他总是耶。你把你们的水库弄干净啊！是不是没水了？你真会过日子。不过日子不行呀。小龙虾上桌了。哇，好香呀！你怎么知道我想吃小龙虾的？每个对象都可以了，也没有跟你扒虾，你可以，哎，别吃了吧。没对象还不让吃了？啊！哎，舅舅，这样吧，你说这个小龙虾是节肢动物还是双节动物？他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是节肢动物呀！你真笨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幼儿园吧？我去干嘛呀？你可以没有钱，但是你我们没有玩过。你今天在幼儿园吃饭了没有？我只想吃鸡蛋呢。你吃完饭了，你再吃个鸡蛋。我吃这里了。就煮鸡蛋还是？嗯，煮鸡蛋。吃一个行吗？两个。两个太多了。两个。爸爸，这是黄瓜吗？你放学啦？给我吃一点，去吃吧。好的。你不玩会啦？不玩了，我今天你家里有一件大事，我快去看看。姑姑，你问了你的锅，你吃不吃？我不吃，不吃，那我可走了。啊、舅舅，你今天下地怎么样了？我没去。叮叮叮！啊？为啥？还能为啥啊？又没钱了呗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自从我来你这儿，连糖糖身上穿的、手里拿的、嘴里吃的，哪个不是我给他买的呀？工资都给你承担了。这是干嘛去？这楼都给你过了吧？走走走，把这就去。好，打扮打扮，屁股就走。等我好消息。这